大家都知道，利氏集团是国内知名的手机公司，其经营范围涉及地产、酒店、我刚才说了不让你吃那么多东西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找一个厕所。在现任总裁李彤先生带领下，利氏集团历经组织，成为亚洲范围内知名的。你就是一个小孩，又不分男女，快走！旗下的多项产品、服务品牌已跻身亚洲前列。我已经是男子汉。接下来，请允许我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此次剪彩仪式的各位重要来宾，他们分别是。张曼迪，张小姐，现在我宣布剪彩仪式正式开始，有请司仪小姐上台。Thank you.